假装被女友发现有陌生女人送我礼物，先假装有人给我打电话，没什么反应，再来一遍。老大，谁呀？给我来电话呀？哎呦，不知道，我出去接一下啊。去拿事先藏在外面的礼物，然后藏在这里等他发现。上钩了。一会儿解释不明白，可能少不了一顿暴揍了。不是你不睡觉，你给他分的啥呀？你老翻我东西干啥呀？谁给你送东西了？门口的快递是谁的呀？你这么好奇啊？嗯、那你去自己拆看看去呗。都不藏了。不是我啥玩意我藏的呀？这小玉是谁呀？还女士？就是人如其名啊。不说是吧？不是我说啥呀？老公，淼淼喜欢不喜欢？哦，那是我让你给淼淼买的，天天陪你工作那么辛苦那么累的，平常你更应该给女孩子多买一些东西，让她打扮得漂亮一点。男人怎么可以不让自己的女人的彩妆里拥有一套阿玛尼礼盒呢？我妈都知道你喜欢这个阿玛尼，所以特意就把这个礼盒买来专门送给你的。这不七夕节快到了吗？咱也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，就直接选这种勾起感拉满的阿玛尼礼盒，怎么样？感觉你一定会喜欢。怎么今天小嘴像涂了蜜似的呢？行了，别装假了，赶快去试试去吧。啊，这个就是阿玛尼三十一色，我头两天刷到它了，这个蜜桃色还挺好看呢。呀，你又来消息了？我看吧，对吧？不是，我帮你看看。我看吧，对吧？棒棒。谢谢哥哥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很喜欢这个阿玛尼的七夕套装。谁给我发消息？手机，你问我呢？那谁给我发消息？是老爷们，你出来！我不。